好，台湾人家开演唱会就是抢不到票，对不对？几秒钟就是票就买完了。还是要看人啦。还是要看人。好，那就看 Maroon， 对，我的票没有人敢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你就举例啊。从头到尾也是你自己讲的。不是，重点是这样子，就是不管是谁 ，Maroon 5来就是没有票，对不对？张惠开演唱会17都是没有票，对不对？但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那时候住高雄，然后 Lady Gaga 要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很想去看 Lady Gaga 的演唱会，但是他抢不到票，他超难过，难过到他，难过他从那个在高雄，他在高雄上班，他请假坐高铁上来台北，去 W Hotel 等在外面，就是为了看 Lady Gaga 的一面。这美国人更夸张啊！美国人明明要听百大 DJ 放歌，你是不是可能坐个就是飞到 Vegas， 或是他基本上在 LA 也会放歌？对，但是至少你可以参加那个活动。但是他从来没有，他就说，但是那边好热闹，好热闹，好多人，然后就是站在 W 旁边都可以尽量拍照。结果最后他也没有拍到啊。很多人，那个刘德华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很多人从什么四川、贵州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就为了看他一眼啊！你不是偶像，你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有人有等你的一面吗？我刚刚要讲。